哇，海龟，海龟，真的有海龟，有看到海龟，有看到海龟，有，有一只海龟，真的有一只海龟，好大一只哦，真的，哇，真的好大一只海龟。玻璃船是不是要去看海底世界哦？要去看海底世界 ，Go Go Go！ 来，我们一趟大概40分钟。这个船上哈，我们现在要搭的是玻璃船，等一下要看这个小琉球的海底世界哦，里面会有很多的海底的生物，那希望能够看到很多的绿蜥龟、小海龟，那等一下就跟我们一起去哦。有一只海龟，真的有一只海龟。
是海底世界，小琉球的，其实算是蛮干净的，因为他们这边都有志工长期在做海底的打捞清理这些垃圾。看到了，哇，好大一只，看到了，哇，这边有一只小的。